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我是主持人吴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著名评弹名家薛慧君和陈锡安的弹词作品《珍珠塔之哭塔》高清修复完整版。《珍珠塔》是中国清代弹词作品，全称《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先后经苏州弹词艺人朱书士、马如飞等改编，广为流传。现存最早的刻本是青龙年间周书士的刻本，全书讲述了相国之孙方清因家道中落，去姑母家借贷，反被奚落，表姐翠娥赠传世之宝珍珠塔助他读书，后方清高榜题名，果中状元，与翠娥结亲的故事。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好，请看正片。
只有九九不杀。阿姨说半月半的等我娘翻房的，躺到房子里，我娘半夜努力睡着，跟我变的遇上面孔这种人。哎，我的方清，你哪会吃搞种大事的家？哦，对着，因为你半路上碰到强盗，他们强盗为啥要寻着你呢？那，因为你个半个月遇到胡家之辈曾志堂，那么实话说起来，五百个人曾志堂，强盗不会寻着你，强盗不去寻着你，你就不会吃搞种大事。那么归根结底，才是曾志堂犯案。哎呦，曾志堂让我女郎玩，是吧？我努力打出来，生门生门。但是现在一些新的面子起来着，我曾志堂当的人人啊，也打理出来着。转过来，大都办事跟随，我西门开一开，曾志堂还是风大水里来位置上十五天。还给气的，正是他脑袋水里面后背筋嘎啦垫子起来着，我个头指他盲针台上，当一中，甚至他是吃了弹壳虫。等了讲到吃不见马桶里向吸出半天啊，现在得知小家规律上香香喷喷，一三顿吃子中饭没事体，弹弹壳虫，现在是吃弹壳虫，啥人？那我等你来，室外物质脏。开了一口木有办法的东高小江，咦，啥的啊？哭错了？咦，那个小姑娘来着吧？应该开心的吧？啥事体上伤心？再一说，哦，今朝你大事当办，要见姑娘出去寻开心，我好人在某去。那么中年的小江，我让争取他苦的，胜他哭他坏他。乃曾经与办刀器夺塞我，夺塞是弄到中央店里向去，推头上向去摸，摸人工脂粉戳击他我，摸过养坏，我忍气吞声，唔被我好讲，为啥分不那颗眼色？现在乃小姑娘得法做过，乃还做孤家妇人，乃应该谢谢我。乃今朝弄我请出来看你啥样子啊？冇有得他，冇有得得当，唔啥，冇有不得当，哎，这里真知他发客气。我要为高者，所以各位神都听着夫妻的真知他开口啊，又不是真知他开口，谁是个一些些人光听着这么定期我到九十九岁再把这个所以说真知他人家给我听来刚地上谢谢主你你里是非常难得低了低了像都是真知一样地有了谢谢知他知他我几乎欢喜你，难得了我闺女郎十几年，我绝不轻易不能把人看来一看。为啥说不放弃？因为你神格里向是方格里向地吧？现在你们得法在里都穷在，所以我奴奶胡家之辈送不你们，还是不为方格里向恩。罗里晓得你和我娘一样，还有宋父欺民之心，不肯跟你到红楼吃苦。你得知半路浪向，居阴之强的来掩害我别的，虽然性命分害他，害得你出家中大事做狗仗。哎，你还得他骆驼家
什么呢？是我害人的东西啊！哎呀呀，小姐，你没良心啊！你把我争执他，你为的还是孤家妇人啊？马有的争执，他一个蚊子。可不叫上来，小姐，今朝我发客气，我要回家子，所以现在争执他，开口着。你非要以为啊，好像立功大金宝贝定容易闯红，我的宝贝都不应该两样的。小奴不是天下不让双子路，奴不是发花爱里的肉心。那么现在俺听见你，但是一三分听见。